为公投同意立场催票，在党市场扫街，面对府院党全面宣战豪华说明会，号召泛绿选民归队，蓝营则以全民为目标。这设计就应该是全民嘛，哎，吃莱猪不吃莱猪，这跟蓝绿有什么关系呢？绿的就吃吗？我才不相信呢！他原来打这个蓝绿对决，意思是说你们都不要管事实了，你们只要管你是不是认同民进党就好了。这愚民政策嘛。真爱早教环团也公布投票前游行路线，起点就在民进党中央对面，直捣黄龙。就连口号灵感都来自绿营喊出的“非核家园”，只是核能的核改成了核色的核，要民进党正式增加天然气与零碳排目标，两者是背道而驰。台湾未来净零碳排，只有加上非核家园。台湾才有未来。为了守护早教环团，更直指蔡总统说谎，明明三阶工程已经破坏早教，小英总统却还睁眼说瞎话。他释放了一个假消息，他说三阶没有盖在早教上，那个超级大庄就在他的身后，他可以这样说。如果不是睁眼说瞎话，那就是昏庸无知。早教投同意，非核护家园。四大公投案决战倒数计时，蓝绿拼场，环团分进合集，要用选票让执政党看见民意。记者吴俊伟台北采访报道。